喂？請問唐家琪係唔喺呢度？唔好意思，我諗佢唔好得閒喎，不如有啲咩講低啊？你係？哦，我姓林嘅，外國朋友嚟嘅。哦，那好吧，麻煩您跟他說 ，Angelina 想跟他進一步談談計劃，請他盡快定一個時間見面，好嗎？計劃？咩計劃嚟㗎？听声啦！你事后像我咁样，分别咗两日两夜，睇下你仲瞓唔瞓得着喎。头先有个电话打俾你 ，Angelina。诶，佢讲咗啲咩啊？佢话有个计划想同你倾，谂住同你约个时间。咩计划嚟噶？佢啊，佢可能会系我套纪录片嘅投资者啊。做咩？冇听你提起过嘅。佢话佢好中意这首男音噶，我准备攞个 rough cut 佢睇噶。咁不如而家打俾佢好嘛？唔使啊，唔使啦，唔使噶啦，唔使啊。但你而家病緊喎，我都好翻啦。聽日會同 Oscar 補翻啲鏡頭啊。我好眼瞓啦，唔使理我，你走先啦。大個咧，我識 take care 噶，唔使理我。咁我走先啦。嗯。記得食藥咯。请问你刚才是不是打过给唐小姐的？你好，我姓林的，我是地水男音纪录片的监制来的。哦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没有，我想告诉你，唐小姐最近就不太舒服，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代她跟你谈关于投资的事。好，好的。嗯。我不是什么投资者，我想你和唐小姐之间有点误会了。我是威尼斯双年展香港区策划人，我只想推荐唐小姐的作品，所以有什么事还是让唐小姐亲自和我谈吧。苏州，食过花糕。